我累了，想歇息一下，你们下去吧。诺。诺。哎，看来这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占的。管他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是太过分了，不逃就是。公子，你刚才为何不直接点名呢？若是他们把七万医药的人主动交给我们，自然少不了他药灵庄的好处啊。接受，商人逐利一定要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我们求上药灵庄，怎比得上他乖乖把人送上来的强？我说的话真假参半，那只老狐狸听着也是半信半疑。七王爷这棵大树，他要是想抱的话，自然会将话不及乖乖的送过来。少爷，王爷来信。怎么了，少爷？父王已经知道那个小乞丐，说她很可能就是他的女儿，让我将她带进府，完成她最后一个心愿。可是我们到处都找遍了，还是没有那小乞丐的消息。刚才林庄主来试探我对于私生女的态度，很有可能小乞丐已经被他们抓回了药灵庄。我要再去一趟药灵庄，看他是否真的在里面，确定之后再做打算。哎，这日子一天天的，到底什么时候带我去京城啊？我还得去找朱先生呢。姐姐，爹唤你去前厅，赶快随我来。是要去京城吗？这个我也不清楚，看爹的安排。莫公子，前几日药灵庄有贼闯入，小女也调皮离家，若不是莫公子山中寻得，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今日携小女前来致谢。多谢莫公子。小姐的眼睛生得真是漂亮了，只不过不太像那位夫人，可惜了。不像吗？莫公子，介意不说话。天哪，这祖小姐可真累。莫公子，不弃和画像有七八分相似，怎么就不像了呢？林庄主，你这药灵庄虽不如京城大族，但气派却是分毫不差，要维持这么一个大家族，怕是不易吧。药灵庄拘泥于西州府，一直是在下的心病啊。如果要是能得到莫公子的帮助，药灵庄就可以在京城开店了。京城中大的如同济堂、回春堂，这些都与宫中的太医院关系匪浅。药灵庄在西州府名气尚可，但要在京城站住脚跟，怕是不易。我莫府近几年经营着方圆钱庄，也承蒙七王爷厚爱，得到了观音流通权，但就药理一事还是不熟的。罢了，既然莫公子无心于药店，那我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义女身上了。莫公子说不弃不像夫人，那看来也只有七王爷才能看得最清楚了。哼，是吗？实不相瞒，在下与那位夫人还有几分渊源，
那位夫人的名字中有一个妃字，在下名若妃，这若妃二字正是家父亲取，实是他老人家对那位夫人情深所致。那位夫人幼年时便与家父认识，父亲却因故娶了我的母亲，但对那位夫人还是念念不忘，以至于在下出生时取了这个名字以作纪念。想不到莫公子跟这夫人还有这么多渊源呢。那位夫人其实是逃婚到了京城，住的正是我莫府的别院，七王爷也是在那儿认识了她，便对她一见倾心。家母因为父亲对那位夫人念念不忘，一气之下就通报了他的家人，他家人把他接走以后，从此便再无音讯。这事儿要是让七王爷知道了真相，岂不要怪罪莫府？所以若非此次前来西州府，正是想寻找那位夫人的遗孤，以打消王爷的怒气。我在五岁时曾在秋水阁见过这位夫人，倘若是寻着她的孩子，一定能认出来。啊，莫公子既然这么说，看来不弃是没有这个福分了。林庄主，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谁也不知道那个孩子的死活，说不定已经死了呢。家父生前和七王爷关系匪浅，七王爷的喜好若非是略知一二的，倘若是我墨家寻着那孩子，即便有七八分的相像，只要经过我的细心调教再做一些准备，便有十足的把握。林庄主，一山其实一直很看好药材生意，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林庄主想要在京城开店，若非想要占一些股份，不知林庄主意下如何？能与莫府合作，那自然是极好啊。那五小姐呢？不弃，日后就有劳莫公子了。玉，老爷，莫公子。不弃，莫公子是七王爷派来的人，你过两天就要跟着进京城了，做事要多注意些，不要唐突了莫公子。是老爷，请问莫公子何时去京城啊？就明天。五小姐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吧。好的。老爷，陈公子来了。参见殿下。参见殿下。啊，起来吧。殿下，怎么了？不像吗？我可是如假包换的七王爷长子。哎，小乞丐，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跟我一起回京城了吗？我让阿蛇找了你半天，你去哪儿了？不用了，不用了，莫公子会带我去京城，不必劳烦殿下了。啊，宜山，你要带他回京城？五小姐从未出过远门，也听闻京城繁华，想让一山带他去看看。一山也觉得旅途沉闷，有吴小姐作陪，求之不得。小乞丐，你什么时候成了五小姐了？啊，我知道了。林庄主，你是因为她长得特别像我父王那个私生女，所以才认她做五小姐。一山，你也是，所以才带她回京城。啊，殿下恕罪。草民仅仅是听过传闻而已，只因不弃聪明伶俐才收为义女，请殿下明察。快起来吧。慌什么，本王这次来就是告诉你们，你们都认错了。这个小乞丐我比你们早就认识他了，而且我很早就调查过他了，他根本就不是我父王的那个野种。殿下也是误会了，一山只是想带小姐去京城逛逛，并没有其他的事情。行，既然你们想带，那就你带。
反正我也懒得跟他一起回京城。不过依山，我可提醒你一句，你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多谢殿下赠言。少爷，你刚刚为什么说她不是王爷的女儿？第一，我不想带她去京城。第二，我来西州府的这几日，知道我身份的人虽然不多，但也有好几个。倘若她跟我一起回京城的话，反而树大招风，更不安全。第三，刚才我的话里话外，都隐含着威胁之意。莫若非一定会小心提防。那个私生女的安全反而更有保障。可是您不是不希望王爷找到私生女吗？京城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吗？一个小乞丐被送进了王府，还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甘妃那些人会将他吃得连骨头都不剩。收拾东西，明天回京。少爷，你该不会是想一路暗中保护他们吧？少爷，我玩够了，想回京。我为什么保护他们？少爷，那妖灵庄还查吗？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妖灵庄和那群劫匪脱不了干系，要不要直接上报官府，彻底把妖灵庄铲除了？不行，皇上疑心父王有谋反之心，而且会连带着我一起怀疑，我才不得已替是扮演着一个纨绔子弟。查案这种事情不是一个纨绔子弟该做的。而且药灵庄背后的底细我们还没有调查出来。我会派韩爷过来继续调查的。等时机成熟，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小姐，汤来了。放着就行了。小姐怎么还在整理这身乞丐衣服？老爷已经吩咐过了，如今小姐身份不同，还是最好忘了从前吧。老爷说的对，你去告诉老爷，说我想去拜祭九叔，之后就不再想从前了。诺。玉小姐，是这儿吗？前面就是九叔的坟了，你们当心点，别踩在枯骨上。穷人家没钱，草席一包就扔在这儿任老瓜吃了，所以到处都是枯骨。算了，你们别跟了，我自己去吧。都说了别跟了。小姐，老爷命小人保护您的安全，不得离开半步。你放心，这四周围又没有可以躲的地方，况且你们这么多人还会武功，要抓我轻而易举，还怕我跑了？小姐恕罪，这都是老爷安排的。我如果想跟九叔说悄悄话，难道你也要一五一十的报告给老爷吗？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再说了，老爷是让我进京城吃香的喝辣的，我为什么要走？九叔，瞧见没？无忌现在是小姐了。今天是坐着马车
带着丫头来的。林家希望我忘了以前的身份，真把自个儿当小姐看。我这次进京，恐怕是很难再来看你了。有阿黄陪着你，你也不会寂寞。你见到阿黄没？不过九叔，你放心，我从来都没有忘记你的话。我会去京城南下方新源当铺找朱先生问清楚身世的。放心，等我弄清楚身世，我就把你接过去安葬，让你认祖归宗。小姐，怎么这么久？不就是一个乞丐罢了。冻着了？怎么不上车歇着呀？奴婢不敢。今日之后，我就不再是过去的乞丐丫头。你若是不想伺候我，我回去跟老爷说一声，让他给我换一个。奴婢知错。既然如此，我就把话说明白了。我没有选择，你们也没有选择。不过今日我是小姐，你们是丫头，各尽本分吧。回府。哎，小姐，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打起精神，回府。不弃，就交给莫公子了。林老爷放心，若非一定不负所托。不弃，到了京城，一切都听莫公子的。锦绣前程就在等着你，千万可别忘了要灵庄啊。老爷放心，不弃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老爷爷请多保重。此事不宜大张旗鼓，我就不远送各位了，请吧。师父，这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药灵庄林老头和莫若飞勾结，找到薛飞的女儿没有交给我们，反而交给莫若飞，让他带往京城了。他竟敢和莫府勾结，
看来他们早有心叛变，师父该怎么处置他们？凡是背叛我明月山庄者都得死。你先别动声色，我会慢慢派人接管药林庄，再处决了那个林满堂。诺。现在莫若飞带着那个野种，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次机会。那野种要是死在了莫若飞的护送之下，七王爷定不会放过莫府。如今莫府全凭莫若飞一个人撑着，他要是死了，莫府就完了。师父您放心，我已经安排人在天门关外伏击他们了。你再多派些人去，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你要是把他们都杀了，这明月山庄庄主的位置我就传给你。多谢师父。再过一个时辰天就黑了，我们到前面的小镇休息，我到时候请你吃更好吃的。好。撑死我了。原来吃饱撑着是这种感觉啊。哎，来了。哎，穆公子，刚才命剑神买的山楂可以理气消食，你啊还是改不掉当乞丐的坏毛病，一遇到吃的就往肚子里头塞，以后山珍海味多的是，现在可别把肚子先吃坏了。莫公子放心，我是乞丐，这肚子什么东西没吃过啊？早就是铜墙铁路了。长夜漫漫，好无聊。莫公子，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消遣啊？跑哪儿去了呢？猜猜看。在这儿呢。现在在你怀里了。你这手法不错啊，从哪儿学来的呀？你忘了我是乞丐出身的？有时候我们两三天都讨不到一口饭吃。九叔脾气又倔，我真怕我们俩就这么饿死了，就跟其他乞丐学了几招。哎，我可从来都没用过哦。你乖乖听我的话，我会让你成为郡主，以后就不用过这样的苦日子了。郡主？要是真成了郡主，那不就吃香的喝辣的，绫罗绸缎穿都穿不完了。多谢莫公子大恩，莫公子真的帮不起打了个金饭碗呢。你知道感恩就好。好了，故人不念旧事不易，我来看看你的本事。我闭上眼睛，然后把金菊拿在手里，看你拿不拿得到。怎么可能啊？长夜漫漫，你刚刚不还觉得无聊吗？再说了，这房间里也没什么可玩的，对吧？这样，只要你从我手里拿走金菊，本公子有赏。五个金菊，五片金叶子，拿的一颗，得一片。我想三点私用，成吗？你小财迷啊！人家穷怕了。行，成交，来吧。行啊，没想到你还挺聪明。虽然公子说不睁开眼睛，但金菊握在你手里，
所以我便打开了窗户，让外面的风和声音影响你的判断。我在扯根头发，让你打喷嚏，你一打喷嚏，身体就有了动静，我自然就有机会可以下手了。不过你可记住了，你这一次去京城是去做郡主的，这些下三流的技艺不要在人前展示了。是公子，三枚金叶子，谢谢公子。这些金叶子全部都赏给你了。公子，你可别反悔啊！不会反悔，放心吧。对了，您的包袱里还带着陶钵和乞丐服吗？公子，九叔从小养育我，那个陶钵是我对他唯一的念想了，我可不可以留着他？我不会拿给别人看的。傻丫头，我就是问一问，又没让你丢了他。再说了，你拿着他更好，将来见到七王爷，七王爷看到你那破碗，就觉得你在外面一定受了很多的苦，他会更疼你的。那我那包袱里还有我乞讨时的破衣服呢，是不是我见七王爷的时候也可以将它穿上啊？不过公子，那个狗屁世子看起来挺凶的，他会不会为难我呢？下回在外人面前可别再说什么狗屁世子了，那可是杀头的罪。我知道，我又不傻，我也就是跟莫公子你说说。世子殿下这个人吧，表面上比较纨绔，但我跟他接触，他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是吗？王府自然还是王爷说了算，王爷既然费尽心机地找到你，你进了王府之后，他必定会护着你的，放心。希望如此。总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会再跟那个狗屁世子打交道的。还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天门关，前面就是京城了。哇，穆公子，这里好漂亮啊！我们能不能下车停一会儿？马上就要到京城了，还是算了吧。先生，传信给家里了吗？哎，回公子，已经传了，您放心吧。啊，家里的护卫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走，快走！林克大哥，快走！他不，我要回去拿。你现在回去就找死。现在不是以后的呢？不行，给我追！Huh?
金生，今天我们恐怕是要死在这里啊。给我杀！站！站！站！撤！少爷，我们的救兵到了。少爷，李克大哥，你这伤啊，得赶紧用金疮药敷上，才不会留疤。来，小伤而已，不用这么麻烦。什么无用？脸上留疤了就不好看了，你别信那些说书先生说的，什么男人脸上有疤才是有勇气，那是骗小孩的，脸上没疤才好看。真的不用了。你是嫌我这药效果不好，还是嫌它不干净？你放心，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不是被狗撵着跑，就是被人追着打，大伤小伤无数，全靠这金疮药才活到现在。这药绝对有效。那姑娘把药给我吧，我自己来。我帮你。真的不用了。林一克大哥，你该不会是说书先生嘴里那种谁看见了你的脸谁就得嫁给你的那种人吧？姑娘说笑了。我不叫姑娘，我叫花不弃。你可以叫我不弃，这已经是我们第四次见面了，再叫姑娘就显得身份了。姑娘把药给我们。哎，林一克大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说。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会挺身而出来救我，这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但如今已经是第三次了，你该不会是一直跟着我喜欢上我了吧？我只是跟着那群劫匪顺便救了姑娘而已。不是姑娘，是不弃。哎，你说你当连一克这么久，救过谁三次呀？那倒没有。所以咯，我是第一个，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就叫缘分。你都救过我这么多次了，我帮你敷个药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你已经抱过我很多次了。看来连一克大哥不喜欢被人家看清相貌。唉，本来以为跟着莫公子就会安全一点，没想到反而连累人家被追杀。算了，为了莫公子的安全，我还是别跟着他。姑娘，你说你要进京寻亲，寻的可是七王爷？不知道，我九叔也没说明白，或许就是他吧。哎，连一克大哥，你武功这么高，要不你送我去京城吧？不会送你的。不弃，花不弃，我们在这儿，这儿呢。哎，连一克大哥。告辞，去。哎，连一克大哥，去。花不弃，穆公子，你还好吧？你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为了这个破碗，你连命都不要了？什么破碗？没有他，你能有任谁喝吗？你看不起的东西是我的宝贝，长得一副漂亮脸蛋，生在富贵人家，就不明白求人家心情了。你可别忘了，你是要利用我去讨好七王爷。
不错，我是连累你被刺杀，可我会还你的。我花不弃绝不会借你的。不弃，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是我太心急了。回去我一定打一个警幡帽给你，好不好？不稀罕。不弃，我们马上就要到京城了，你马上就要成为郡主了，你就跟我回去吧。公子，少爷，公子，少爷，穆公子，乞丐，公子，你怎么样了？我警告你，我们家少爷要有什么不测，我定要你偿命，回府。